振动力，亚洲电视。亚洲电视本港台。爱谁到底怎挑选？最或你又怎么打算？放弃或是接受变了心愿，情动了错乱了方寸，挚爱和挚友应分开，缘分变聚业人茫茫然感慨，似不应开始，无力去抑压制止。情迷恋是谁要当不定？理智跟感性脑海交战未平。情迷恋因我难敌天生本性，日日半醉，夜夜半醒，一生交织千丝万缕感情，问你可曾理性。地性为尘世，身闲念岁华，晚晴风过足，深夜月当花。石乱之泉烟，台荒任径斜，徒然似琴酒，忘却在山家。睇咗你呢首诗，我就放心啦。放心？外面嘅人话你系因为攀附阿爹先娶我，又话到台嚟要喺幕府度当一个书记，得不偿失。但系你嘅诗中意有陶渊明之子，乐于在山家，根本不存名利之念。夫人，哦，二生啊，二生，可有好消息啊？你又都唔好再提取十六妹嘅事。哦，点解？佢唔喜欢你，就系咁简单。我当初真唔应该罔顾佢嘅意愿。你是我好朋友嚟噶嘛？你好应该帮佢改变佢。一错不能再错。十六妹，你睇得出系十五姐佢误解咗唯有陶渊明之志啫。其实石乱台荒，即系心乱心荒；忘却在山家，即系话你心在长安啦。而长安到底有咩咁令你思念啊？当然系你嘅好友令狐子直啦。知我者，我约十六妹。老咗就系咁样噶啦，唔系呢样唔妥，就系嗰样唔妥。但咪咪得十三岁啫嘛，成仔啦。系啊，如果系人都成九十岁咯，一个男。阿汉去边度啊？等咪咪睇医生啊。你唔好咁唔开心啦，而家起码咪咪唔会再受苦。阿伟啊，你有冇家放啫？你同阿汉一齐请假，你两个都冇一齐去散心好耐咯噃。啊，得唔得啫吓？妈，我唔得闲啊。你同阿琪琪一间学校噶噃，琪琪都有家放，点解你唔得闲啊？学校啱啱考完试。呢個假期我要翻學校開會，又要改試卷，我應該好忙，行唔開。哦，咁冇辦法咯。將會播映《亞姐大發言》，之後係大演放。放棄還是